你好，我是宋茜，来自2029年。无论过多久，热搜永远抓人眼球。现在，我想和你再分享一下。但是抱歉，这些不是标题党，而是未来的现实。因为到2029年，我国传统村落已濒临消失。湖南高乙村、青海塔加一村、福建曲江村，每一个传统村落都守护着当地不可复制的传统文化。仅福建曲江村就有着入选适宜的土楼，与全闽南独有的南洋建筑，还有民国延续至今的市集。一个传统村落建成少则百年，但每消失数十个，可能只需一天。曾触手可及的多元文化，只能变成越来越远去的回忆。你准备好留给自己和孩子这样一个世界了吗？2029年，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挽回，可2019年的你还有希望。